点，我的妈呀！我们只是往起点走一段。对，它这样差不多。从刚刚那里走到这里，起点一种个。那你刚刚应该不要带啊，我为什么要带这个？往上就对了。嗯，这一段比较没人走，所以都要自己开路。0.1，要挑比较困难一点。嗯。对啊，就是要走古道。才失败。小一点哈，我。在那一起睡觉。栈道啦。哦，栈道。我们走右边这个新的，好了。继续爬楼梯。要求这个叫天梯。换石头楼梯，继续。Let's go。Let's go。嗯，还有2.8公里。走马路2.8吗？对。继续踢马路。没有，登山口在右边。这里才是横山登山口。横山登山口。This is a 横山。清水岩3300，横山760而已，哎，剩760。好，走。青菜。哦，我现在教的真厉害哎！哪里教的多？是啊。那你刚才这个，红，那个，你最想要的？耶！那我也要录，我也要录。
是不行，忘记哦。往下走就对了，小贝说着啦，稍等着啦。3260，3公里耶。对，就是会走到崩溃的那一种，对不对？会吧，都会累吧。因为有一次就是我们去那个东门探险，那里有一个。清水岩还有270呀，哦870，870啦，都剩270。不要去，我就不要去。我可以考虑骑脚踏车。骑脚踏车，如果要去那个，我绝对不要去五岭。五岭，它环岛不要。五岭很冷。对啊，很冷，你还记得吗？再加上我们要去那个，你必须要有很那个的。好像我算过，但是我忘记去了。啊？太贵。往这边看，他说往这里。还有130。果然 ，Google 地图不太在用。这还是不碰到10倍耶，也不会画质烂惨的。